打招呼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瑞轩。嗨，电影主播。好，嘉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良。好，我是子宏。好，来了。好哦，啊，哇，拍手！天哪，可以，危险啊，危险，可以吗？好，哦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！哎，他很茶手，还这样撑着这样子。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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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到你的翘臀已经满意了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转，天哪 ！Oh my god！ 好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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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哪！好，粉丝快点捕捉这个画面。那一抱他起来，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吐你口水，我要吐你口水。那他真的有吐吗？没有啊，万一我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你千万要记得。我不准你这么说。好。有看到插进去吗？我没有，好啊，不好意思。你们应该可以试着被转看看。我自己，因为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 tough 的女生，所以有人生当中有机会把我抱起来转圈圈的几率太少了。那这样我的个子很高，所以大部分能够完成这样的梦想，通常都只是在偶像剧里面。但我觉得这也不是不好的事情啊，所以欢迎大家，就是女女也可以这样抱，男男也要这样抱的。出乎意料。出乎意料的软，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还蛮危险的，因为他转了一两圈，他就直接软掉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我没有 hold 住的话，是我们是会整个往后倒，那他倒下去，他可能头就落地了。呈现给大家，然后如期的让大家可以过年这样。那因为二零一八下半年，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辛苦的，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心力，然后给自己非常多的压力去，尤其是这部片，真的它花去了我下半年几乎所有的时间。对，所以其实中间其实有一度心情蛮低落，因为就是很累，然后都没有自己的生活这样。那今年，那明年的话，偶像剧结束，我应该就想回去拍电影吧，就好好休息一下，先离电视圈，就稍微沉淀这样子。